所以它这个价钱都一样吗？13000韩币。但是为什么这个1300？可是它的发票上面是写13000。它贴纸贴错是吗？它的贴纸贴对了呢，我们要去找他退钱。我是妞妞，我们今天去明洞。对，我现在在韩国旅游。对，然后买的 New Jeans 的专辑，这个超可爱的包包的。我们明天还会去宏大买更多的周边，会合在一集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提醒大家记得按下订阅，还有小铃铛的所有通知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今天晚上7点都有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休。按下小铃铛的全部通知，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更新了。就开箱吧。谢谢吧，它粉红色剩最少。粉红色是谁？达牛。这个里面是什么？一个包包。对，很可爱。它那个包包是兔子吗？对，那个应援棒。应援棒的样子。为什么要买小卡小专辑？蛮想买的，因为我发现很重。明天买起来。信佛重量怎么可以嫌它重呢？对啊，怎么可以嫌它重？哇，好可爱哦！这是我喜欢一个什么脏东西？看起来像 3D 列印打出来的。就是它这到底可以装什么？手指。我想到一个 idea， 我们可以自己买那个挂绳在这个两边，然后你就可以背了。你看它这个侧面就是这个小小的肚子。我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包包接？不知道有没有包包挂绳？你就可以去买适合的。我来看一下这一盒里面有什么。它里面是有你竟然很多个。你小卡可以抽吗？哇，可爱呀！所以它这是写真集吗？这本就是照片，是类似写真集的意思。你看里面有这样的感觉。所以韩国唱片都附写真集吗？大家知道 New Jeans 吗？要介绍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团体？是年轻的团体。平均年龄在几岁？67。哇，超级年轻，跟你差不多呢。就是对，跟我差不多。你的姐姐的感觉真的是。小姐姐，很小的小姐姐哦，很多呢。你看，哇，没办法一页一页翻给大家看。这里还有2本，也是写真书吗？对。How to spend a perfect summer， 所以这是他们夏天的一个感觉，这有点像是拍立得集，然后后面还有他们自己写的一些东西。虽然看不懂韩文，他们还有画画，很可爱。这是那个女生吗？你喜欢的那个？上面都有写名字，这里、大家买的时候可以看。所以你喜欢她的这一本，就会是主要是她比较多的。觉得很漂亮吗？很漂亮。这样这样这样子的。这个是歌词。我是感觉可以自己彩绘，好可爱哦，这很日本动漫的感觉。这是歌词。里面有明信片。风景的、不是人的。这个是 CD， 那袋子超可爱。哎，就是这个包哎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装饰啊，就是、自己在上面勾那个东西。对对对，就是我像那甜甜圈。CD 也是一样的图案。韩国的专辑都充满惊喜。对，很多东西送哎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是贴纸，贴纸大富翁，闪闪亮亮的贴纸大富翁。牛津。这 New Jeans 是妞妞现在最新喜欢的一个团体。小卡，它这一本里面小卡很多。然后 New Jeans 还有什么特色？他们的那个应援棒是兔子。的 logo 好像也是兔子。对。他们成名曲是哪一首？很多。但是最多的是哪一首 ？Oh my god！ 所以就是你选的这一个。对。里面都是他。对。那后面有写字哦。哦，真的耶，他有写英文的。Take me on your journey 啊！哦 ，Make me smile like no other。你最喜欢的是那一个？你要不要去把它勾一些有的没的叮叮当？呀，装饰装起来，你就可以背了。看，他们自己弄的。对，哦，上面还有挂链子什么的呢。哎，然后这样子。哦，很可爱呢。这个洞洞就可以挂东西。好可爱哦，这个篮子很像洗衣篮，它有点像洞洞鞋，上面可以勾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还会开箱其他的？对，一定会买包买起来。然后你要不要顺便把它装饰起来？装饰装饰装起来。大家期待一下。我们昨天买了这个包包的，很可爱。然后我们又去买了这个，这是飞天小女警的。
你看它背面这个兔子超可爱。而且我很想试一件事，这个包包可不可以装那个专辑？你看这个大小好像是可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这就变一个买专辑包啦。就是你买专辑都要带它去，是会不会大家都讲，如果这种形状的专辑，大家超级可爱的。不知道。旁边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先从小的开，它好像是photo卡，就是里面好像全部是小卡。所以它这个价钱都一样吗？13000韩币。但是为什么这个13000？可是它的发票上面是写13000。它贴纸贴错是吗？它的贴纸贴对了呢，我们要去找它退钱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它是伸缩的，一下就不会割到手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你看这里，这是歌名，这是迷你专辑。里面是 photo card， 里面是歌词而已。然后你看这里有一个这个迷你歌词本，这是歌词本，超可爱。然后这里有个半个兔子的尾巴，这个是 QR code， 它有三个语言呢，韩文、英文、日文呢。怎么没有中文？真写不下吧？这里是小卡，他们手写的。哦，你看这好可爱。都是他们手写的。就是同一个人，他就是背面长一样，他的眼睛是星星。哦，这个兔子好可爱。他们自己画的吗？好像袋鼠。后面是这个兔兔的，你看这超可爱的。哦，它图案是连贯的。它超级迷你的，可以这样子收起来，这样子。它怎么折的？应该是这样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还好没有手残。这样子超可爱。然后我们再来开这个，觉得那个小的刀片很适合开箱。对啊，很可爱。哦，那个是歌词本，是不是大的也有长这样的？好可爱哦！一样的吗？这里长一样，正面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哦，有一样的东西。那个好可爱哦，设计长得差不多。这边是有这个。对，它就是一个迷你版的，大本里面会有 CD， 然后小本里面没有。然后来看看，哦，这个是亮亮的，亮面，也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等一下可以搜搜看 QR code。你看这个包，嗯，这个包可以自己装饰，装饰我们会拍另外一集，大家可以去看，想看嫁衣。我还要买 Blackpink 的，我们会回去日本再看，因为这个都是这种这样扣起来的，它是 Blackpink 的这样子，这样子开的，所以它可能会飞。如果它那个行李箱乱掉，它就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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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还可以耶，就这样子啊，带去买专辑。来了，雷霆小女警超可爱。你这样割会不会割到那个纸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我们这样割好比较安全。哇，好可爱哟、喔！哦。这里是不能折到的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是禁忌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对对不行，折到绝对不行。有一个 V， 你就会非常的那个。Oh my god！CD 飞起，先开这些本子。哇、哦，你没有飞天小女警。这里有飞天小女警哎，哦，包包哎。有点像写真集的感觉。嗯。哦，这个上次有一个长得很像封面。嗯，是很拍立得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可是内容应该是不一样。然后歌词本，我记得这个里面是贴纸。对对对。哇！它地震是种镭射反光的，你看，超可爱。他们的贴纸都设计很可爱，超可爱，超！那明信片超漂亮，风景。对啊。然后来了 CD， 这个封面超可爱，是飞天小女警。CD 长这样，是两个小兔兔。我有看到有人这里穿珠链，然后挂在包包上。可是那个是纸，纸哎，对，它是纸。除非你要先护背。好小可爱，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个背景。原版的图案，姐姐。
塞，它的背景都长不一样。这个好可爱哦，这是五个人都有，这样很不错。对啊，都有。所以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大牛，因为我这个就选这个。它上面写 NJ 的是全部人都有。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今天去了？我们今天去 New Jeans 快闪跟 Life Race 联名的那个快闪，我们买了一堆东西，对，会开在另外一支影片，大家记得要去看哦。而且大家一定要先查好你喜欢的那个团有没有跟什么东西联名，然后地方在哪里要先找好，然后排一天全部给它逛爆。大家喜不喜欢 New Jeans 这个团体呢？如果有喜欢的话，也欢迎按下订阅，因为妞妞之后可能会疯狂的开一堆。这很可爱，而且这个包包都很。因为它很厚，你看这个底，又在战报一波。战报啊，我会布置哦，要看的。而且晨晨也很喜欢牛津斯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而且露露也长得像兔子吧？露露其实是狗。你一开始以为它是兔子？没有，我都觉得它是狗。而且露露是男生，大家都以为露露是女生，因为它声音很女生，它声音的高度是我达不到的。如果喜欢我们这类型影片，欢迎帮我们按下订阅和小铃铛所有通知，我们周一直播周四秀啊。按下全部的通知，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就明天晚上七点见，拜拜。好赞啊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大家也很喜欢吧？喜欢 New Jeans 再帮我楼下帮我加二哦，加二，不是加一吗？加一刚刚好像有想要看包包的加一，哦是哦，然后加二是想要看更多 New Jeans， 是吧？对对对，好加二哦。